我们来学习神经系统的内脏活动和本能行为情绪的调节啊。第一个，大家掌握自主神经。说自主神经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大家怎么很清楚？那么自主神经组成包括结前神经元和结后神经元。我教大家记住这个图的，不知道大家怎么忘记没有？前面讲这个图，所以我们自主神经组成就是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大家可以看到，它更换了神经元，那么有结前神经元、结后神经元。结前神经元，那么自主神经一般在中枢胞体在中枢内，那么结后神经元一般胞体在外周神经节。它的显微类型是不一样的，读图的显微类型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结前神经元一般都是 B 类神经，也就是有水神经，那么结后神经元的在这 C 类神经，那么就是无水神经。由于有水传导的速度比较快，无水传导的速度比较慢，所以结前显微传导的速度快，而结后显微又是无水显微，所以它传导的速度慢。这大家就可以这么给它搞定了。好了，交感神经。交感神经一般结前纤维比较短，你看看它距中枢的距离很短，而结后纤维很长。这大家看看，距这个内脏的地方就很长。反之，那么副交感神经刚刚有点相反，结前纤维会上长，结后纤维就会上短。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特点，大家通过这个图，那么就完完全全给它搞定。所以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图上的内容经常考，希望大家把这个图啊记住。好了，第二个，大家知道自主神经的轴心，也就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轴心。大家看看，从这个图大家都知道，一般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都包括结前神经元、结后神经元。那么结前神经元分泌递质，作用于结后神经元，结后神经元再分泌递质作用效应器，一般都是这轴心的规律啊。但是什么东西都有例外，那么在这里就唯一有个例外的，就是肾上腺髓质。肾上腺髓质，大家注意了，它支配它的交感神经只相当于结前纤维，没有结后纤维。所以这是个例外，由于有这种例外，所以他就可考过的。我记得很早之前考过一个这个试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他只有什么结前神经元，没有结合神经元，所以他没有什么就是更换这个神经元，所以什么东西都例外，这个就例外。这种例外希望大家给他记住啊，考试这个往往就考虑这种例外。好了，大家还要知道的，有些东西你包括皮肤肌肉的血管、汗腺、竖毛肌、肾上腺髓质、肾，只有交感神经支配，没有副交感神经支配，所以这些比较特殊的。不过这截至目前为止啊，这个知识点没考过大家，所以上面那个例外，第一个例外考过大家，肾上腺髓质。第二个，只有交感神经支配，没有副交感神经支配的这个例外没考过大家，所以假如今年用个 X 你考过大家，大家把这些东西可能就这么又记粉了。所以像这种东西，大家是吧，特殊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记一记。考研究生他考的都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很变态的东西，所以你越不记得它就越用考你。这大家都是这样。好了，我们再来看看04年考的这个试题，他问交感神经的结后纤维支配的组织有，我们跟大家说过，那么肾上腺髓质是个例外，它是结前纤维支配的，所以正确答案除了它之外，其他的都有结后神经支配，所以 BCD。 你就不要看什么轴子了，你书上没有的，书上就说除了肾上腺髓质有相当于结前神经支配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按照这个规律轴心，结前结后到神经递质，所以都有结后神经支配这个效应器，所以大家就把答案打成什么 BCD。 不要把它给打进去，因为 A 是个唯一的例外，所以正确答案是 BCD。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区别，也就是自主神经之间的区别。那么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大家都知道，很多器官都是接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双重神经支配，那么它究竟有什么区别？起源不一样，两个的。交感神经一般起源于脊髓胸腰的非直侧角，那么副交感神经呢，一般起源于脑干的脑神经核和脊髓的脊髓灰质。好了，它的交感神经相对来说起源集中，分布广泛；反之呢，副交感神经呢起源分散，分布比较局限。那么交感神经，那么产生效应很广泛。兴奋的时候，那么副交感神经产生效应比较局限。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刚才已经跟他说了，交感结前纤维，跟多个结类神经元有突出联系。那么结后纤维支配的是 B 类器官。那么交感结前纤维一般的效应性比较远，所以就导致了它的结前纤维非常短，结后纤维非常长。那么这个副交感神经刚刚跟它相反，
他的界限行为和少数的，少数不是多数，哎，少数几个激烈神经有突出联系。那么他的结合行为大多支配的是效应器，直接支配效应器。那么呼叫感神经，哎，你效应器就比较近，因此他的接线行为非常长，结合行为非常短，所以这跟交感神经是刚刚相反的。好了，大家注意它的功能，大多数的啊，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功能都是相互抵消的，就是相互拮抗的，相互不一样的，但是少数是一致的。你比如唾液性的分泌，唾液性的分泌，交感神经兴奋，副交感神经兴奋都可以引起，哎，唾液分泌，只不过一个分泌的是稀薄的唾液，一个分泌的是粘稠唾液，所以但是都有唾液分泌，所以偶尔少数，哎，这个功能是一样的，大多数，哎，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都是作用都相反的。等一会我们要再教大家记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功能的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就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哎，这个生理作用，这个生理作用这个表格希望大家记下来啊。当然了，哎，你采用我的记忆方法，这个表格就很好记。当然我们讲义上面和教科书上，哎，不是这样记的，我们讲义上面记一个小的表格，很大很大，哎，很多内容，但是是小字六号字，哎，我们教科书上也是。那么我的讲义上也有这个表格，哎，就把那个抄下来的。那个表格就是交感神经，哎，支配什么器官？是 M 受体，哎，是什么副交感神经？是 M 受体，是 N 受体，哎，交感神经是肾上腺的曲加肾上腺素，不同介质、不同受体有不同作用，你记得住吗？那么一个大表格，他经常考，根本上记不住，所以我就给他变成了这种表格。交感神经兴奋和副交感神经兴奋，哎，这种表格对循环的影响，交感神经兴奋产生正性效应，心率增快，心肌收缩有力，哎，对副交感神经影响是呼吸效应。好了，包括呼吸、消化、泌尿、眼睛、皮肤、代谢各种各样的，哎，各个器官、各个系统，因为它的作用非常广泛。好，这个就跟大家对比这个表格，当然对比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内容还是比较多，你叫大家记还是记不住。那么我就换一种方法，专门教大家，哎，记，哎，发一分钟一天，哎，听一下，记一声。其实我早早的就跟大家反反复复的讲过这个内容，是不是？那么你记住交感神经兴奋的临床表现，那么副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就跟它相反，除了唾液的分泌之外，其他的都跟它相反，哎，大家就搞定了，是不是？好了，怎么记住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我是不是跟他讲过？我说最典型的就是在战场上。我们解放军战士，哎，拿着冲锋枪冲啊，打小日本去，这就典型的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所以我们国家，哎，在打仗的时候，中一个什么冲锋号号手，这是我们国家独特的。你看其他的国家，日本、美国鬼子，哎，打仗的时候从来是吧没那个吹冲锋号的。为什么要吹冲锋号？哎，便宜嘛。哎，那这个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什么共产党军队很穷嘛。哎，便宜一个小喇叭、小号。哎，但是一吹怎么样？你交感神经兴奋，哎呦，嘟嘟嘟嘟嘟嘟嘟，一吹是不是？哎，交感神经马上兴奋了，交感神经兴奋，哎，不叫你指挥你打仗，你都冲向去打小日本去了，是不是？对，冲啊！好了，你看看这个就是交感神经兴奋的表现。好，大家去想一想，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怎么来记？哎，不就搞定了吗？是不是？还要你背什么呢？哎，大家看，冲啊，打小日本去，心脏有什么？交感神经兴奋，心脏有什么表现？正性心律作用，心率增快，心肌收缩有力，哎，传导加快，因为要供血嘛，满洲血的供应才向上去打小日本嘛，是不是？好，不重要脏器血管收缩，哎哎，重要脏器血管舒张。哪些不重要脏器？除了重要脏器，其他都是不重要脏器。哪些重要脏器？一个脑子，一个心脏。心脏表示供血，脑子表示清醒，这样你才冲锋打小日本去。所以，当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脑子的血管舒张，心脏的冠状动脉舒张，其他的血管都是不重要的血管，哎，全部收缩。收缩血管到哪里去啊？哎，血管一收缩，血挤出来供应两个重要的脏器，一个脑子，一个心脏，哎，大家就给我知道了。但是还一个是个例外，哪儿？骨骼肌。骨骼肌，骨骼肌的血管是舒张的，为什么？冲啊，打小日本去，你说不，我的骨骼肌血管是收缩的，你收缩的骨骼肌没有供血，你冲上去干什么？枪都掉到你身上，小日本一下崩了你，是不是？所以这是个什么？骨骼肌血管觉得是受伤，脑子血管受伤，心脏的血管受伤，冲啊，打小日本去，是不是？其他的血管，哎，都是不重要脏器。你比如说皮肤、肾脏、胃肠道、胰腺，这所有的这些血管都是不重要脏器血管，也就是他的一时半会儿使不了。哎，这个时候
搜索之前血出的血液就供给老子，供给心脏，哎，供给顾客一，哎，拿着枪到希尔顿去。所以你看看，要不要你记？不要你记。好了，对呼吸的影响。当然，支气管平滑肌舒张，为什么冲啊？打小日本气，支气管平滑肌绝对是舒张的。你不，我进来憋死你，你冲什么？所以你看看呼吸道，你记住了。我们再来看看消化道，哎，昏迷粘稠唾液，叫个人你兴奋，冲啊！打小日本气，昏迷粘稠泡液唾液怎么样？泡沫很灰啊。交付叫个人你兴奋呢？昏迷稀薄的，哎，稀薄的唾液。好了，我们看胃上的平滑肌，冲啊！打小日本气。绝对，哎，胃上的平滑肌蠕动减慢，甚至停止。为什么？你这不，我蠕动是加快的，我要搞两稀饭去吃一次，吃了之后再冲上去。我估计你稀饭没吃完，小人们一枪崩了你，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个什么？胃上的平滑肌肯定没有蠕动，蠕动减慢。那么跟括约肌呢？刚刚跟它相反的，括约肌就是收缩，哎，括约肌收缩，你这个大便就不掉出来嘛。所以说一声冲锋号一吹，你即使在厕所也憋回去了，是不是？括约肌收缩。好了，泌尿系统。泌尿系统泌尿肌舒张，哎，括约肌收缩，为什么？泌尿肌的冲啊，打小日本去，绝对你即使在小便，哎，厕所里面上小便怎么样？憋回去了嘛，哎，泌尿肌不能收缩舒张，那么括约肌就收缩了。好了，对子宫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有孕子宫收缩，无孕子宫舒张，所以跟你状态有关系。为什么？冲冲啊，打小日本去，冲下来了，花木兰不算怀孕，回来肯定是什么流产嘛，是不是？有孕子宫收缩，无孕子宫舒张嘛？眼睛瞳孔肯定散大，你冲啊，我的瞳孔缩小，连小日本都看不到，上去不是当火靶子？所以绝对是瞳孔睁得大大的，要看到小日本，找到敌人，你才一枪崩了他，是不是？好了，我们看皮肤，皮肤竖毛肌收缩，怒发冲冠嘛，汗腺绝对是昏迷，哎，冲的是个大汗淋漓，血糖肯定增高，为什么？你冲啊，我的血糖降低的，低血糖昏迷。那么这猫的东西都出不去，你要冲什么呢？但豪哥都冲不过，你要冲锋。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血糖增高，增高之后为我供给能量，打死小日本。所以这就是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你看看，我们说了那么大的结子，哎，我们讲一三米的那么大的表格，你看看，就是一阵冲锋号一吹，哎，你想象一下，那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都出来了。副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刚刚跟它相反 ，OK， 你是不是搞定了？所以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和副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这是考试重点，哎，考了无数次，你家里记得这个东西，你再不复习，你自己考试中间自己给它把推导出来就完了嘛，是不是？哎，这种题目太多了，交感神经兴奋有什么生理特点，副交感神经兴奋有生理作用，哎呀，我的天哪，考了无数次，是不是？好了，大家看看一三年考的这个试题，大家看交感神经兴奋是引起生理的效应是什么？哎，交感神经兴奋是冲啊，打小日本去，我的瞳孔这不要开大，才看得清小日本吗？所以瞳孔开大器手术，因此正确答案出来了，答 C。好了，其他的肯定都是副交感神经兴奋的临床表现了。大家看，哎，我交感神经兴奋冲啊，打小日本去，胃上的蠕动肯定是也慢，不是真快嘛？假如真快，哎，胃上的蠕动真快，又都肚子饿了，要吃饭，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好了，支气管平滑肌收缩，那这些憋死的，刚才说了，何老师跟你说了，哎，逐级胰岛素分泌，假如交感神经兴奋，逐级胰岛素分泌，血糖应该降低的，那么好哥都冲不出去，在猫耳洞里面，所以这肯定是血糖增高，胰岛素分泌受到抑制，所以 A、B、D 都是副交感神经兴奋临床表现，所以正确答案为 C。你看看这种东西，你只要记一声冲啊，那个场景，哎，所有的生理表现你就出来了，是不是？答题就很简单。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一二零这个试题，大家看。副交感神经兴奋的生理效应是什么？副交感神经兴奋，那么这冲啊，支气管平滑肌是舒张的。那副交感神经兴奋刚刚跟它相反，支气管平滑肌收缩的，所以支气管痉挛，所以正确答案为 B。其他的那不要说的，那都是你交感神经兴奋的临床表现，汗液分泌，你冲锋的时候肯定大汗淋漓，哎，汗液分泌，瞳孔开大肌收缩，那么瞳孔粗大，那你交感神经兴奋。胃肠的蠕动减慢，哎，交感神经兴奋，所以 ACD 都是交感神经兴奋的临床表现。你看看这种题目，哎，你在掌握这种方法，这种题目啊并不难，你也不要复习，哎，就听着我的这个讲课，那么自己用这种方法去给它解答出来就行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09年这种试题，大家看交感神经兴奋时可以引起什么？交感神经兴奋时刚才说冲啊，打小日本去，不重要血管收缩，重要血管舒张。不重要血管，皮肤血管不重要，所以他要收缩，正确答案为 D。副交感神经兴奋可以引起什么？
副交感神经兴奋，那么血糖就会降低，跟交感神经兴奋相反吗？血糖降低就是胰岛素分泌，所以正确答案大 B， 胰岛素分泌。像这个题大家注意 C 也是正确答案。哎，为什么糖原分解减少？你看看他的血糖是不是增高？糖原分解减少，糖原分解减少，血糖是不是降低？副交感神经兴奋就是血糖降低吗？所以 C 项也是副交感神经兴奋的特点。所以这个题 A、B、C 都是正确的，所以这个也可以答 C， 但是大家注意，他给的答案是 B， 因此也就是这种题老师的搞粉，不仅仅你们搞粉，老师的搞粉，他出题时候没搞清楚，把这个题搞了个什么两个答案项，所以你们错那就情有可原了，是吧？老师都经常错嘛，是不是？好了，这就是大家什么这个题的答案项。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自主神经那系统的功能特点，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特点有哪些特点？有这四个特点，这四个特点考过你们，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考过两次，14年次、15年次，考过两次。好了，第一个紧张性支配，什么叫紧张支配？也就是很多器官都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双重神经支配，但是支配的结果是以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为主，也就是说这种效应器常常保持一个交感神经支配的这种紧张性收缩的这种状态。你比如说血管，它大多数血管都是单一神经支配，就是交感缩血管纤维，所以它就是跟什么交感缩血管纤维，你要这个血管收缩，交感神经兴奋，血管就收缩了，要这个血管舒张，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减低，它就舒张了，所以这个时候总是保持着一种交感神经的紧张性收缩状态，所以血管有一定张力。假如没有这个紧张性的支配，那么这个血管怎么样？估计像气球一样了，胀得什么很粗了。所以既然不是这样，活体上面那个血管都有一定硬度，都有一定张力，就是因为它紧张性支配。也就是其实你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两个都有，但是交感神经占主要的，作用。好了，第二个就是双重支配。刚才我已经说了，很多器官，绝大多数器官都是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双重支配，除了什么肾脏啊，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很多都是交感、副交感神经双重支配。所以你要，你比如说胃肠道，都会有交感神经或交感神经双重支配。假如你要是胃肠道蠕动，副交感神经兴奋；你要胃肠道蠕动受抑制，交感神经兴奋。所以既有交感神经兴奋，也有副交感神经兴奋的双重支配。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受效应器所处功能状态的影响。刚才我说了，即使一个东西，但是你效应的功能状态不一样，那么它的效果不一样。你比如说子宫，刚才我已经讲了，交感神经兴奋是有孕子宫收缩，无孕子宫舒张，所以那么对子宫的影响，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看你有没有怀孕，假如怀了孕，交感神经兴奋下来早产，假如没有怀孕就舒张，有怀孕收缩。所以这个交感神经兴奋那么跟它的功能状态有关系。好了，第四个，那么就是跟整体的身体条件有一定的意义。交感神经活动那么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往往是整个系统参与它的应激，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常常它的作用比较局限，在于保护机体修正，逐渐消化积蓄能量，加强排泄，生殖功能。你比如说晚上你睡觉，那就是副交感神经兴奋，所以它什么积蓄能量，保证你休息，第二天你睡觉睡好了，第二天干活有力气。所以交感神经兴奋跟副交感神经兴奋，这些对整体调节的影响它经常考虑，希望大家给这个整体调节的影响这几句话好好的记一记。为什么考过几次了，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4年考的这个试题，考的是交感神经兴奋的特点。它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的一般功能特点和意义有哪些？这是个 X 问题，答案为：其活动范围比较广泛，交感神经兴奋的活动比较广泛，副交感神经兴奋的活动比较局限。所以这个正确。答案 B， 对消化系统具有增强作用。我刚才说了，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消化系统活动会增强吗？这冲啊，交感神经兴奋活动肯定受抑制嘛，假如活动增强，我们胃肠蠕动增强，那是要搞两碗稀饭再吃了再冲上去。我跟大家说了，假如你稀饭吃完，小日本一向崩了你，是不是？所以交感神经兴奋对
消化系统的影响是抑制作用而不是增强作用，所以这个绝对不正确。但是对骨骼肌的输血管活动有紧张性作用。哎，我们刚才说了交感神经对什么，哎，骨骼肌血管的是什么，是不是输血管，是锁血管活动有紧张作用，所以保持一定的血管的什么，哎，收缩性有一定张力，所以这个不是输血管而是锁血管，所以这个不正确。好了，动员机体潜力以应对环境的急剧变化，也就是交感神经兴奋在应激的状态下，那么当环境继续恶劣的时候，急剧恶劣的时候，那么起一定作用，所以我们叫做应激状态，所以这个正确的。因此正确答案就是 AD， 哎，比 C 不正确啊。好了，14年考了交感神经兴奋，那么15年就考的副交感神经兴奋，所以这个题就是副交感神经兴奋的临床特点和意义。所以大家注意了，观察有这种规律，特别是近几年来，前一年考的交感神经，第二年就考的副交感神经，前一年考的副交感神经，第二年考的交感神经，就把那个知识点改一下，哎，它题目没有没有原装的，但是知识点都一样。哎，我记得有一年，前一年考的什么传染性耳聋，第二年就考的感染性耳聋，一个道理。所以大家什么特别的对，你比如去年的题目，哎，考的交感神经，你今年就一定要在那个知识点中，哎，他会不考我副交感神经呢？哎，往往你猜题目就给他猜中了。好了，我们看看副交感神经的，哎，这个功能特点有什么？也是个 S 体，但其活动相对局限。哎，它是相对于交感神经而言的，交感神经活动比较广泛，副交感神经活动比较局限，这是正确的。单比对消化系统活动具有抑制作用。刚才我说了，是交感神经兴奋的作用，冲啊，到小人们去，哎，胃肠的皮划肌蠕动受到抑制，有抑制作用。那么副交感神经呢，对它是促进作用，所以这个 B 项就不正确。C， 活动度的大小与效应的功能状态有关。哎，我刚才说了，哎，你比如说子宫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哎，它是有孕子宫收缩，无孕子宫舒张，那副交感神经兴奋刚刚跟它相反，所以这个正确。好了，单底有利于机体的休整和积蓄能量。哎，你看看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兴奋，所以它有利于机体休整积蓄能量，第二天再战，所以这个正确。因此正确的答案应该答 ACD 啊，这就是这个题的来历。所以像这种题目啊，大家一个个去分析，那么也不要那么恐怖，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这些 X 题啊就发慌，就要心肌颤动，所以不是这样啊。好了，我们第二个要跟大家讲的是中枢对内脏活动的调节。中枢对内脏活动的调节，哎，一般来说考的比较少，所以题不多，哎，大家什么不着重点，但是偶尔还过个两三年三五年还是考你一个试题。哎，考的一般都是基本的简单的试题。我们现在看看脊髓和低位脑干对内脏活动的影响。脊髓那么是内脏活动的抽筋中枢，你脊髓为基本中枢的常常有哪些反射，包括血管张力反射、滑汗反射、排便反射、排尿反射、阴茎勃起反射，这些都是以脊髓为基本中枢，在脊髓水平就可以完成的。当然这些反射平时的时候受高位中枢的控制，所以因为你的级别比较低，所以我受高位中枢控制。你比如说你要排便，哎，真今天正在上课，上课这时候我还没下课休息，哎，你突然想排便了，哎，你要想上厕所，但是你的高位中枢说，这贺老师在上课，我不能中途去上厕所，我憋一下，憋得住，哎，这所以说，哎，这个排便反射虽然是脊髓反射，但是可以受我高位中枢的控制，哎，我要给你憋住，还照样憋住，憋到什么？下课了这个再上排小便或排大便都可以。好了，这就是脊髓对内脏活动影响。我们再来看看低位脑干，低位脑干什么叫低位脑干？盐水脑桥中脑，哎，合成为低位脑干，大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哎，大家可以看看啊，低位脑干。好了，这个低位脑干，哎，大家注意了，有些重点的偶尔会考到的中枢，你比如盐水，盐水是生命中枢，包括呼吸中枢、循环中枢都在盐水，所以我记得有一年考了自己一试，这意思是什么？哎，生命中枢在哪个地方？有些同学不知道生命中枢，生命中枢就是呼吸循环的最重要中枢嘛，在盐水。中脑，哎，我记得2017年专门考了个中脑，是瞳孔对光化质中枢，所以我在前面也跟他讲了，是不是视力的时候跟他讲了，瞳孔对光化质中枢在哪儿？在中脑，哎，中脑的顶盖部。所以像这种，哎，他偶尔会考到，哎，考的不多，但是但万一考到了，你要丢一分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一七年这个试题，大家看，哎，瞳孔对望神中枢在哪儿？在中脑。好了，大家注意，枕叶皮层，哎，在次中枢。我们跟大家说，用后眼睛，你后眼睛，后眼睛，后看到哪儿啊？看到枕叶，哎，枕叶是次中枢。好了，外侧腺样体是视觉传导中脑的中继站。盐水，刚才我说了，哎，这是什么？生命中枢，包括呼吸中枢、循环中枢都在盐水。所以这个题的要你答的是对光环式中枢，当然答正确答案答 C， 中脑。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下气道对内脏活的调节。哎，我们刚才讲了脊髓和第五脑干，那么再往上就到了下气道。下气道对内脏活动的调节很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很常考。哎，大家了解一下，第一对体温调节的影响。那么体温调节中枢就在下气道。哎，假如今天考你，体温调节中枢在哪？在下气道，在下气道的视前区。下气道的前部有温度敏感的神经元，哎，在这个地方。水平的调节大家都知道，调根据什么来进行调节？根据 AEH 血管肾压素抗力的激素来进行调节，它是由下气道的视床和视旁腭分泌的，分泌之后调节水平衡，分泌的激素。下气道调节碳哪给下气道调节碳可以分泌什么九种激素，对腺垂体的七种激素进行调节，并且下气道第四上核还可以四上核和四方核还可以分泌两种激素，一种是血管肾压素 ADH， 一个就是催产素 OT 或者 OTX。 好了，第四个就生物节律的控制。哎，有很多东西分泌有日周期现象。哎，你比如说我们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就有日周期现象吧，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日周期现象的控制，那么是说次交叉上核的控制的啊。哎，请大家注意这个次交叉上核，万一它考到你了，哎，大家怎么不会答错？就是日周期节律是什么控制？哎，次交叉上核。好了，其他的下气道的调节饮食，哎，控制的饮食行为、饮水行为、性本能或本能行为，下气道也参与睡眠、情绪、情绪反应，哎，这些活动，这都是下气道的哎活动调节。不过很少考啊，所以大家什么背不到不要紧，考的几率很小。哎，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单独的考到过，当然今年考不考你不知道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本能行为和情绪化技术。本能行为考的比较多的就是摄食中枢和饱足中枢，哎，这考了无数次，所以大家就要记住这个摄食中枢、饱足中枢。摄食中枢在下气道的外侧区，那么饱足中枢在下气道的腹内侧区。哎，大家要给这两个东西记住。哎，怎么记？摄食中枢在外侧区，饱足中枢在内侧区。那么你这么记，我叫它记住摄外饱内，什么意思？摄食外，哎，外侧区，饱中枢内，哎，内。那么你就记住摄外饱内就行了，也就是摄食中枢在下气道的外侧区，饱足中枢在下气道的腹内侧区。哎，所以假如我刺激摄食中枢，哎，你看刺激摄食中枢是刺激摄食中枢，动物肯定要什么摄食嘛，所以动物就拼命的摄食，到最后，哎，长胖了。好了，假如说肥神，那么摄食中枢，也就肥神下泄到的外侧区，那么动物就不能摄食了，动物拒食，最后饿死了。饱足中枢像刚刚那个相反，哎，假如刺激饱足中枢，哎，动物就感到饱了就不吃东西了，所以就拒食就饿死了。好了，假如我破坏，哎，这个饱足中枢，它就不知道饱。天天吃，天天吃，拼命的吃，吃到他什么长得肥胖了。所以，哎，这种题目考过很多次啊，希望大家搞清楚。好了，还有一个杏仁核，也跟摄食行为，也可以调制泄食和摄食行为。那么这个杏仁核从来没考到过，哎，大家什么了解一下就行。万一他今天考到你了，你不会丢分。哎，杏仁核除了保证是摄食中枢之外，杏仁核也能控制饮食。那么，假如刺激杏仁核，那么就是抑制摄食活动。反之，假如破坏杏仁核呢，那么摄食过多引起肥胖。所以这就是本能行为。本能行为，哎，就是你生出来动物婴儿都有的，那么这叫本能行为，不需要后天习得。哎，跟动物的生存有关系。哎，这就是本能行为。好了，08年就专门考了这种类型的试题，大家看看，破坏下丘脑的哎外侧区，破坏下丘脑的外侧区，我说涉外包了，那么就是到底什么？哎，摄食中枢是不是？你就知道了，就是破坏下气道的摄食中枢，可以引起什么？
由于动物的下线脑的设施中枢被你破坏了，还能不能设施？不能设施，不能设施，就得去死，去直到饿死。所以正确答案为 A。 好了，大家再看看，破坏下线脑的腹内车核，腹内车核保内，那么就是保中枢，下线脑的腹内车核就是保中枢。那么假如你破坏，他还知不知道保啊？不知道保，不知道保就天天拼命的吃，食欲大增，天天吃的跟大胖子。所以那么就正确答案答 B。 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说的经常考的这种东西。假如我给那个破坏，咳咳，变一下，变个刺激，那么这两题的答案就变成了分别答 B 和 A。 就刚刚跟它相反，一个破坏一个刺激，刚刚两个作用相反。所以像这种题目啊，它就是考你一个设施中枢和保中枢，所以大家把它记住了，设施保啊，那么就 OK 了，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饮水行为。饮水行为啊，考过一个题。饮水行为大家都天天都喝水，你看看哪个不喝水？特别是大热天的，没有一个人不喝水的。好，不喝水就是通过饮水行为来引起的。为什么要喝水？渴觉吗？你渴了就口渴了再喝水吗？那么什么原因引起渴觉呢？引起渴觉的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血浆晶体深度要增高。第二个，细胞外延量减少。这两个大家都有印象。你看血浆晶体的升高，什么是个升高？大量出汗，汗液是滴生液，说大量出汗会导致高渗透脱水。高渗透脱水就会是血浆晶体升高增高，你是不是要喝水啊？那就要喝水嘛。所以当高渗透脱水，大量出汗导致高渗透脱水，血浆晶体升高增高的时候，你看看就会刺激你喝水嘛。好，为什么刺激喝水？怎么刺激喝水呢？两种原因引起的，生理机制，两种原因引起。第一种，刺激下线的前部有个脑渗透压感受器，它专门感受这个渗透压。当你血浆晶体渗透压增高的时候，就不停地喝水，喝水就是稀释你的渗透压，使你渗透压降低。这第一个，这是一个没考过。第二种原因是刺激，当血浆晶体渗透压晶体正在上个升高的时候，它就刺激下线脑的视床核、视旁核。下线视旁核、视床核分泌什么东西？分泌抗利来激素。血管渗压是 ADH， 那么使你大量的饮水。所以大量饮水啊，主要这两个原因，一个渗透压，脑的渗透压感受器来感受，第二个ADH， 视床核、视旁核分泌 ADH 来引起口渴。所以 ADH 可以引起口渴，实际是通过血浆晶体渗透压升高引起的。好了，这就是第二个原因。好了，大家注意了，所有的饮水行为啊，对它解释引起渴觉的两个原因：第一个，血浆晶体渗透降低；第二个呢，细胞外延量减少，血压降低。你比如说，你这个人已经有休克，失血了，脾脏破裂失血了，血压只有50-30，你看看你是不是口渴？这就是我们说的口渴。那么这种原因就是细胞外延量减少引起的。那么这种口渴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 RAS。所谓 RAS 及交感渗透血管经络全功能系统来介导的。所以跟大家想当然的啊相反，血管经络是交感渗透血管经络全功能系统来介导的，介导格局。那么在所有的这介导的过程中，那么以哪个最重要？这种细胞外延的减少导致低血量就刺激渗透血管经络二的释放，那么跟血管经络二最有关系。那么刺激血管经络二释放之后，那么它就会作用间脑的穹窿下气或者中脉血管气，引起渴觉。为什么会引起渴觉？因为血脑屏障在这些地方比较薄弱，所以血液中的血管经络二那么就会渗从这个血脑屏障比较薄弱的地方渗透到中枢神经系统去，引起渴觉。所以引起渴觉的两个电解两个物质，一个是 ADH 抗利的激素，还有一个什么血管经络二。所以今年假如说考个这种试题，下列哪些物质能够引起渴觉？单 A ADH， 单 B AD 血管经络二，那么就这两个都要打进去。所以像这种题目啊，他假如换一种方式来考你，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搞混了啊。所以大家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说，我说通过晶体质量增高引起渴觉的是什么物质 ？ADH。通过细胞外延量减少，引起渴觉的是血管经络二。所以像这种题目，这道的经典试题考过一次啊。好了，大家看看，2011年考过一次，介导血浆晶体渗透升高引起渴觉和饮水行为的神经肽是什么？
哎，我刚才说了，那么就是血管肾压素，也就是抗利尿接头 ADH， 因此正确答案为 B。 第二问又来了，见到低血量引起咳血和饮水行为的神经态质，血管紧张是二，刚才我说了答案为 A。 所以像这种题，这都是什么？它的经典试题。那么希望大家在做题的过程中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掌握好。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情绪。截至目前为止，情绪从来没考到过。哎，假如今天的考你，希望大家引起注意。第一，哎，跟情绪就是恐惧、发怒。哎，大家看看，我拿刀杀你一下，哎，我不杀，我只吓你一下，你怎么肯定恐惧、发怒？所以，恐惧、发怒是动物的一个本身的防御行为。你要杀它嘛？哎，它不吓得要死，还要发怒，是不是？哎，你看看，我打不赢，咬一咬，咬两口啊，是不是？哎，它就发怒。那么在动物在清醒的时候，它的防御行为的中枢在哪儿？哎，这个大家注意了，虽然没考过，你们怕它考你，哎，刺激了下丘脑的腹内侧区。所以防御中枢，动物的防御中枢在下丘脑的腹内侧区，跟什么中枢很接近？哎，跟那个豹中枢很接近，是不是？好了，刺激下丘脑的背侧区，哎，背侧区主要是逃避行为，赶快逃。咋就刺到的外侧区呢？哎，那么就是攻击行为。什么意思？我拿刀，哎，来追到你要杀你，那么你恐惧，那么你要逃避哪个地方兴奋呢？下丘脑的，哎，背外侧部兴奋呢。假如你我拿刀，你根本不怕我，你还拿个铁棒子跟我对攻，要攻击我，那就是什么？下丘脑的外侧区。好了，怎么把它记忆？哎，把它考虑这个中枢怎么记忆出来？哎，你就记外攻外攻，哎，外侧区攻击行为。即外公外公，那就知道了吧？哎，背侧区呢？逃跑行为。哎，你要逃跑的时候，你比如你带了个孩子，你比如你带着老婆，带着你的女神，你要跑，哎，碰到个胆弄的了，碰到个什么拿刀杀人的，怎么样？你要背着他跑，哎，就背起来逃跑。所以你看看，没有哪个背起来的吗？攻击别人的，你说是的，哎，一个人挡我的路，我要给我老婆背在背上，哎，然后我来攻击你，不可能吗？自己背着逃跑。所以这背侧区就背着逃跑，哎，外侧区就是攻击行为，外攻外攻。所以你这样你就给他记住了，是不是？好了，大家什么注意再注意。那么防御行为呢？腹内侧区。所以这些，哎，很可能他考的你这些中枢，希望大家给他记一记。好了，愉快和痛苦。第一个是奖赏系统，什么叫奖赏系统？哎，你比如说我们成瘾的人，哎，你比如说吸毒成瘾的，哎，你比如说吸烟成瘾的。都是跟那个奖赏系统有关系。哎，大家注意，你比如说我今天吸一支，明天吸一支毒品，吸到几次就成瘾了，其原因就是因为吸入毒品之后，那么他就会说到你这个奖赏区去，那么你一种心快感，哎，就总是依赖它，就成瘾了。好了，奖赏区在哪个地方？奖赏区大家注意了，哎，是指引起满足和愉快的区，在哪个地方？在中脑的腹侧背盖区，那么到腹隔核，这都属于奖赏区，它跟它神经递质有关的，那么多巴胺系统。所以今天我假设考试考一个行不行呢？哎，这种吸毒成瘾往往跟奖赏区有关系。我问你，究竟跟什么递质通道有关系？答什么？多巴胺系统有关系。哎，这你是不是考一个知识点呢？反过来讲是惩罚系统呢？就是刺激该区，那么动物就感到厌恶和痛苦的脑区，常常位于下丘脑的后部的外侧区、中脑的背后或者内丘区，常常跟什么都有关？戒毒有关系。哎，戒毒，哎，我们这个是让它痛苦。你比如说，哎，搞个橡皮筋，哎，你每次吸毒，我就要用橡皮筋弹一下，每次吸毒舔一下，这叫厌恶疗法，这是厌恶心理学上的厌恶疗法。心理学上的厌恶疗法就是怎么样？惩罚系统，哎，跟你感受。好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情绪，哎，的控制。好了，我们看看一些常考的神经中枢啊，常考的神经中枢虽然常考，也不是很常考啊，隔个五六年考你一次。好了，色水中枢，刚才我们说了，在下丘脑的外侧区，与色视中枢非常接近，宝中枢在下丘脑的腹内侧区，所以我要大家记住什么色视宝外。二周期中枢也在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哎，这都在下丘脑。防御怀疑的中枢，我刚才说了是下丘脑近中线的腹内侧区。体温调节中枢，哎，在视交叉。对光环的中枢在中脑顶盖。
所以这些常常可能考到的，哎，这种神经反射中枢，希望大家看一看，万一考到了，哎，大家不会出错啊。